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渴望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见证的力量来自于圣灵的同在。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种能力，使我们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美好的见证。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在我们的灵修在默想里面再次领受圣灵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能够成为神荣耀美好的见证。约翰福音七章十四到二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人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但是那些犹太人，特别是文士、祭司、法利赛人或那些长老，他们对耶稣的教训感到好奇。事实上，在耶稣生平服侍的岁月里头，他走过很多的地方，人们都对他的教训感到好奇。人们之所以好奇的原因，不是因为耶稣教导的深奥难懂，反而是因为耶稣他所教导的与犹太人他们传统的宗教或者传统律法的解释跟教导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不同非但引起了当时一般人的震撼，或者重新对于律法的思考，或者说对上帝的思考，也引起了当时教会里面那些对于传统信仰解释的文士或法利赛人，让他们非常的头痛。也就是说，耶稣他无疑是当时候教会，应该说当时候的圣殿或那些教法师、文士、法利赛人的头号头痛人物。是因为耶稣他不但他带出了整个律法精髓当中更有价值的事物，也就是他不但帮助了人们不再受律法的约束，反而从律法的解释当中使人们找出了一条自由释放的道路来。还记得耶稣曾经在与法利赛人的辩论当中，他告诉法利赛人，他说：“我们不能够只是遵守字义上，也就是律法上的字义，而是要能够明白律法的精神，只有在那个精义的当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启发，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嘛。”所以很多人以为耶稣要来废掉律法，但是耶稣也说他不是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他乃是要成全。透过耶稣
在他的教导教训上面所带出来的新的看见、新的亮光、新的解释，让那些传统律法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些信奉者哑口无言，却让更多的百姓想要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面最大的祝福，是因为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因此我们也不需要再回到宗教教义或律法的那些字面和那些背后的那些约束当中。我们需要的是让上帝，让耶稣基督透过他自己的道、他自己的话语、他自己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神真理的精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自由。当耶稣在圣殿里面医治了那些病人，在安息日里面医治病人，或者是在各样跟律法冲突上面，他做了一些法利赛人文士所不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耶稣总是提出了相对现在我们更重要的看见和一个答案。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能够在律法上面，我们能够找到神他真正要提醒我们的属灵意义，而不是用律法去要求人、去定人的罪、去规范人、去束缚人，而是能够带出律法后面的真自由，能够以耶稣的爱、耶稣的真理、耶稣的启示，甚至是耶稣基督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活在律法之上，成为一个充满自由喜乐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能够看到我们内心的一个真实的上帝，也就是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当耶稣他点出了那些犹太人想杀他，这些犹太人还自以为是的问耶稣说，谁想要杀你？但是在耶稣回答犹太人的话语当中，他点出了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安息日的重要。犹太人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而生气，甚至想要杀耶稣，基本上他们彻彻底底的违背了安息日的精神。耶稣指出安息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去守一个安息日的规条和律法，上帝创造安息日的目的乃是要我们能够在安息日里面真实的进入神的同在，才能够进入真正的安息。许多不认识耶稣的人，不是基督徒，他们会很好奇基督徒为什么会选择在假日，特别是礼拜天主日的时候，不好好在家里睡觉，不去周休二日度假游玩，而选择去教会里面去敬拜上帝。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体会跟明白的是，当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进入安息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得力，而才会恢复心灵的力量，使我们有盼望、有力量可以去面对未来新的一周的工作，或者是新的一周的生活和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息是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同在，安息是要我们在神同在的里面得以恢复，而神要我们第一个恢复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在每一个礼拜里面，你一定要分别一天出来，能够进入神同在的安息里，因为那好像我们生命的力量一个恢复的关键。就好像我们现在人使用行动电话、手机一样，你用一段周期之后，你总是要把手机拿回去充电，让手机的电力能够维系，使你的手机能够有正常的功能，能够发挥正常的价值。同样的，当我们进入安息，神可以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同样的，第二件事情，神要我们进入安息，也要我们恢复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进到教会，我们需要一起跟在主内的肢体，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来敬拜神，甚至一起有团契的生活，一起有彼此带导、互相扶持的关系，因为神要我们能够恢复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当我们进入真正的安息，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才能够得以恢复，不管是对朋友、对弟兄姐妹，甚至对我们的家人，我们也透过在主里的安息，透过神的同在得以恢复。
第三，神也要我们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神他要我们进入安息来敬拜他，就像耶稣自己在服事的空档，他也到旷野，也到山上去恢复他与父神之间那美好的团契一样。盼望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个主日，或者任何一个时刻，你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不要认为那只是一个律法上的规定，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美好的祝福。盼望我们都能够进入神同在的安息之所，能够进入神同在的恩典当中，能够重新得力，恢复与自己、与人、与神美好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愿我们能够进入真正的安息。这个时代，很多人忙碌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许多事情，但我们唯一忽略的是我们忘记花时间能够与你建立那美好的团契。谢谢主，你留下了这安息日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来到你面前与你约会的时候，能够再次享受神你同在的甜蜜，享受神你所给我们的更新的那份力量，能够享受神你在我们里面那属灵的恢复，以及我们对自己跟人的关系，以及跟你关系的恢复，让我们能够透过安息之后，能够再一次的如鹰展翅上腾，能够再一次的奔跑，能够再一次的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求主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